我接下来就做一些关于时间错位啊，因为其实所有我们刚刚的 key 全部都是在同一个关键帧上，而实际上我们的动态其实主要动态后所以动作都会延迟，所以从我们核心的动作开始，他们以他们为基准点，像我们的脚，我们就往后，原本都在这边嘛，我们往后错位一格，脚踝也是，我们要。原本同在这里错位两格，这样的话其实这乍看其实看起来动态不多，可是实际上其实会差蛮，会有一些细节的改变。找一个比较明显的来跟你们讲好，然后这个，哦，原本我们的冠是这样嘛，下来到碰到这里，然后最低，然后拉起来。可是如果当我们做错位后，其实它反而就会好像说直接延迟，那它被因为速度这样挤压后。它力量它还没传递完，它还在往，当身体已经往上的时候，它灌机关还在往下，还在往上的时候，它还你看这里差了一格，它会往下，然后才往上拉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它灌的那种 secondary 的动态才会更出现。然后甚至我们的这样对称的动作，我们都可以做一些些错位，像两个眼睛。我就错位了一格，错位了两格，这样他们眼睛的动态就有一点，就有时间差。所有没有，除了机器人外，没有任何东西都会，不会是完全对称、完全一样的。就像 curve 都 is in is out，所以我们动态也可以做一点点的错位。好，这边我再额外再加一点 key，他的眼睛的部分。眼睛在关键帧的地方，这里我们在网上看的时候，写 keyframe 是不是低？好，我们在关键帧的时候，这里因为往上拉伸，我故意做 scale。这样检查一下这个 skill 为什么没有受到影响？眼睛。这一个人没有选到控制器啊，R，right target，好，那我们再这个呢，skill，哦有这个有，好，我们回来，眼睛我也再设一些关键帧，它这里我做单眼就好，它在。对拉扯的时候，我们故意加一些 key，让它做一些夸张的动作。像眼睛被拖拉的时候被挤出来一样，我们左眼也一样，我们左眼做一点，G，哎，掉。是低，低，这里要做一个 skill，这一个眼睛有做时间错位嘛？我们就一样让它错位到同一格。好，动态做完后，我们一样可以再 preview 一个。